19万8000令吉，加起来呢就是刚刚所说的40万令吉左右的那种。这笔钱呢、不如那些每个月收入勉强够开支的贫穷人家，这样收入比真的贫穷人家收入更多。不久前，首相宣布将实施。不久前，首相宣布将实施资本交易所 （Capital Market）。当他宣布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上市公司是不需要。”希望呢，大家在乘搭公共交通。